刚刚我们进行了今天第二场的慈悲放生啊，虽然讲第二场，但是永远不够，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众生天天在被凌虐被杀。所以在经典，特别菩萨界的《放王经》有说，作为一个菩萨，第一条重戒是消极的不杀生，但是要积极的，只要知道有任何生命被伤害，要用尽各种积极的方法救他们的命。当然很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力啊。当然讲到放生，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想法，他说你们不去买，他们就不会抓，不会去，不能定。基本上如果是鸟，除非它已经被抓到了在那边，当然我们要救它，但是不需要去定。因为你应该讲说我要定鸟，他们现在没有，那他跑去抓，那当然这样是不好的。但是这些鱼，这些乌龟，没有一只是为了人类要去放生而去定来的，而去抓来的。它只是早一点被杀，晚一点被杀，这样而已。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像你的儿子被关在，被坏人抓去的，关在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要被杀，伤害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你去抢救他。所以佛教讲慈悲，一定要先讲空性，平等的意思，不能有对待的分别。今天上午我看新闻，他们给我看《光华日报》，在说北马的地方因为放了太多头鳝，当地200多位渔民生计不好。生计就是说本来他们可以抓很多虾子的，现在好像抓不到了，都是因为这些放生的人放头鳝把他们的虾子给吃掉了。所以政府人员虽然没有法令说不能放，他就希望不要放头鳝，最好放巴丁鱼啊，别的鱼。那政府也去放了很多，为了这些200多位渔民的抗议，他们也去放了很多小龙虾的种子，希望他们将来抓得到。听到这个，我觉得人很可怜啊，人很可怜。当然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师父，你放一只头鳝，他去吃了小鱼，这样是不是杀业？这不是杀业，因为我们的动机是救这个头鳝。那这个头鳝他去吃小动物，这是一种他们的自然的业报。当然有个老和尚还这么讲，我也相信。他说你放生的头鳝去吃了一只小鱼，这一只小鱼就不用做小鱼了，因为这一只头鳝虽然它的业报必须吃东西，但是它是有被三宝加持过的。就像你带一个咒语去碰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得到这个咒语的加持，就像各位现在这个大随求咒，这个大随求咒你只要碰到对方，对方的地狱道的恶业就消除掉。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悲心啊！就像各位，你这一辈子你努力的修行，你一定有个愿啊，哪一天我往生呢，谁碰到我的念珠都得到我的功德，你会这样发愿啊。佛就是这样，我累劫精进的苦行的修行，我成佛了，念我的名字，念一下，念佛一生罪灭河沙，念阿弥陀佛消除80亿劫生死罪业，这就是佛菩萨的功德嘛。所以各位刚刚放生，那为这些物命念了放生仪轨，太慈悲了啊！把佛教的精髓大悲咒心经忏悔发心皈依发愿12因缘法七佛如来最好的都放在里面了。希望这些有形无形的
现世者消灾，往生者，因为放生仪轨也是超度仪轨，更是念一下动物超度仪轨。所以我希望有慈悲心的人每天要放念一次放生仪轨，因为我们放的太少太少了，被杀的却无量无边，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念一遍放生仪轨，哪怕最简单的仪轨，那么来超度这些被杀掉的。缘起法，你帮助被杀掉的就是帮助人类，因为人类因为杀生吃肉太多，所以呢车祸、战争、饥饿、病苦，那你把他身上的冤亲债主超度了，是不是在帮助人类？帮助人类、帮助动物，就是在帮助佛陀。因为佛陀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他的心头的罗侯罗，都是佛陀的独生子一样，也都是佛陀的摩耶夫人妈妈一样，所以帮助众生就是在帮助佛陀。事实上帮助众生、帮助佛陀更是帮助你自己。你一个利他的动机去救一只鱼，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所以我们这样比喻好了，我们同样发心来受八关斋戒，以同样的心去放生一只物命，请问发心受八关斋戒的功德大，那同样的心慈悲去救一只鱼，请问哪一个功德大？慈悲的功德，慈悲的功德超过于我们自己受戒的功德。所以莲花生大师才会说，你救一只野生的要被杀的动物，像羊，等于出家七辈子的功德啊，救一只饲养的本来就要被杀的，等于出家一世的功德。所以各位，你这样就了，你去救那个野生本来它是自然而被抓的，超过的功德更大，超过被饲养了。但是你不要说那饲养了就不要救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野生是它本来它的命运是自然的，对不对？这个饲养它的命运就是死刑，没有一只猪被养到二十年的啊，不到一年，没有一只鸡被养了好几年的，现在一只鸡四个礼拜就可以杀了，四个礼拜。为什么四个礼拜？一直打针一直打药，就是这么简单，要让它提早的，因为为了经济，如果这一只鸡养了五个礼拜，这个鸡农就亏钱了。所以因为鸡我都去问过，竞争很大，到处有人在养，所以你一只鸡超过一个礼拜、超过两个礼拜，它就划不来啊，因为它要吃很多饲料，它就亏钱了啊。现在养鸡的人都是提供地方，然后由鸡工厂负责买鸡给他们，负责买饲料给他们，这样而已。他们不是自己，然后他们负责养，这样而已。那所以这个饲料厂，那时间一到，他就把这些鸡拿去杀。但是如果不去杀的话，他们就亏钱了，因为竞争嘛。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当然也有人说放生破坏到生态。这个讲法是世间相对性的讲，这个生态讲的就是说，我要抓的虾子，你们放了鱼把我们吃掉了，所以破坏到我的口袋，而不是生态啊。所以如果生态真实是为了所有物命平等生存，那叫生态可以；如果生态只是因为我保护我这个河流里面的，然后我可以有经济的收入，那这个还是这个动机是不对的，不对的。那我们佛教听了，我们可以同情他这个想法，但是呢，不能随喜这个想法。啊，这个世界绝对不能说聪明的留着，啊，然后呢，不聪明的就杀掉，会赚钱的留着，不能赚的就杀掉。事实上，什么叫破坏生态？你讲吃肉的人，是不是在破坏生态？啊，因为你造成杀生，这个世界就有杀生的劫难，那就有各种的灾难、各种的病苦、各种的违缘。所以我想动机最重要了啊，我们放生当时候的动机是要救他的命。假设一个有慈悲心的人，
在路边看到一只野生动物被抓了，要被杀，你一定会救它。这个跟你是不是佛教徒没关系。但是这一只狐狸也好，这一只动物也好，你救了把它放了，它回到森林里面去吃小动物。很多人说，这样我不能放，它吃小动物的罪业是我的。错了，绝对错。啊，当下的慈悲心就有无量的功德。至于这一只动物去吃到其他小动物，这是他们的自然业报。甚至被吃的小动物，因为这一次是放生的动物被救的，它有一种正面的加持力，它也同享功德了。所以我们对什么事情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想清楚，不能跟着媒体报章，跟着学术专业，所谓专业啊，他们讲的都没有一个空性缘起的观念。就像有人跟我说，哎，你救两只牛把它救了，那不是再拖两只牛出来杀吗？那你干脆不要救啊。那我说你这个想法很消极耶，很消极耶啊，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救这两只牛回向，搞不好他们就不会今天干脆不做生意了，因为他目的到了，赚到钱了，他就啊不用去卖这些了啊。但是那至少这两只牛得度啊，这两只牛得度做菩萨，他会回来度很多牛的啊。你要这样想，至于他后面又杀了几只牛，那这是他一个自然的因果，那我们只能回向，回向。啊，所以我在看到一个网络上的片子，有一位美国女生，她看到牛在车子里面，那么美国人不能把外国人要杀的动物绝对不能在路上被人家看见，她只是有用透气孔，对不对？啊，透气孔，然后她知道，她从透气孔看到那只牛在掉眼泪啊，牛在烤，我们在照，对不对？牛要被杀，她就知道，她会哭，一直哭，但是她不会跑的。然后这位最感动是这位女生了，她也知道她不能救她，她在那边站了将近一个钟头，太阳很大，一直跟那个牛说话，说你好美哦，你好帅哦，啊，就一直用她的方法在安慰她，要我们又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因为我们的安慰方法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她的安慰方法就是希望她快乐，她称赞她，她也跟她说我很对不起你，我很对不起你。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救你。但是最感动的是这一幕吧，啊，那至少这只牛一定也会感动，啊，这只牛生生世世一定跟他结善缘，善缘。当然能救的有限，但是各位呢，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但是最近我还要鼓励大家，麻烦各位呢多买一些，我也请。赞日法师在台湾，我们也做了很多素食的饲料，那各位用面包也可以啊。早上我在看后面，哇，好几个在那边钓鱼啊，啊，后面有一条生命之河，啊，它名字就叫生命之河。然后现在水蛮多的，那他们就在那边钓鱼，那鱼为什么会上钩？肚子饿啊。所以各位呢，能够多布施一些鱼愿意吃的。饲料的去做的啊，素食的面包他们都愿意吃啊，可能他吃了以后过几天他可能没得吃又被调走了，但是你给他的就是念一下甘露味啊，因为你给他一个加持，透过这个食物这个加持让他永远脱离三恶道了。我想这也是很好结缘的方法。进一步念一下超度所有动物亡魂啊，所以各位你在念往生仪轨念阿弥陀佛，那你叫意念的他们啊。所以每次我都会摆六桌，我很希望各位呢在你家里也贴一张六道轮回图，当你要念佛诵经的时候就看着六道轮回图，六道轮回图里面写中间是佛，再来外圈就是贪嗔痴这三种动物，再来就是讲的六道的生死轮回，外圈是十二因缘法，最上面是无常大鬼啊。所以只要众生有贪嗔痴，然后
它就会照黑夜白夜，黑夜在上面，黑夜在下面三恶道，白夜在上面三善道。但是无论黑夜白夜，它就是因为它有无明原形行原事，所以刚刚各位念放生仪轨要跟他讲如何脱离流转十二因缘法啊，所以呢要能够还灭，能够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不然呢六道众生都在无常大鬼啊的控制之下无法离苦。那我们要一直去思维这个问题，所以对着六道轮回图在念诵经典，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就像我常讲的，你的妈妈现在正在生病，所以你要很认真念你的声音，你的功德力，乃至因为你的虔诚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妈妈可以减低减低很多痛苦。因为死亡是必然的，但是你要让他早一点脱离病苦，那各位一定要消除他的业障冤亲债主。就像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啊，广化老法师的故事，我在这边也讲过了。这有一位孝顺的小女生，她学佛了，她妈妈癌症很严重了，然后呢一直流血吐血，但是她一直跪在地上，她也知道她妈妈没办法救了，就是要求她赶快脱离这个痛苦的身体，但是她妈妈还是非常痛苦。后来她就广化老法师在解下安居啊，然后他就是跑去广化老法师的寺院。解下安居出家人是不能出门的，但是广化老法师一听他出门了，这个就是菩萨。菩萨不会为了个人的戒律在坚持啊，众生最重要了，那才是真正的解下安居啊。所以他就跟着到医院。那广化老法师这个人还真的有神通啊，他这个神通也是苦行苦苦行来的而感应的。结果他一到，他就问这位孝顺的女生，你妈妈有没有流产小孩？她说有。他说广化老法师，因为我看到一个小女生拉住你妈妈的右脚。他说有，这个你要超度。再来他就问，你妈妈有没有杀死一只黑狗啊？他说老和尚你怎么知道？这黑狗咬着他的左脚。然后这个小女生就说了，因为她的哥哥从小眼睛有问题，听人家说要杀一只黑色的狗拿她的眼睛来吃啊，杀一只黑色的狗呢，所以为了她哥哥她这样去做了。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你妈妈现在去不了，虽然她也可以放下了，但是她被抓住了去不了。所以老和尚说，我回去也会请大众回向，你也在这边诵地藏经发愿回向，如果你的这个姐妹堕胎胎儿超度了，这只黑狗消冤解结了，你妈妈一定可以去净土了。当然老和尚回去以后很认真的请大众回向，这个小女生在这边她妈妈就这样安详往生去极乐啊。所以各位呢，我想每个人，那这个小女生的孝顺才能够感召像佛菩萨的广化老法师把这样的真实的因果业力告诉她。所以广化老法师他为什么，他就是为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往他去当兵前已经往生了，他撤退来台湾以后，他快老之前，他求他的妈妈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他一个人在那古塔那边念到天亮，亲眼看到他的妈妈啊，亲眼看他的妈妈身体发光坐在净土啊。广化老法师说啊，他死了都甘愿了，因为他亲眼看到妈妈坐在莲花往生净土啊。广化老法师的故事各位都听过，他以前是军人，军人呢就是要杀狗，以前就是杀狗啊杀鸡啊啊来吃啊，因为军粮本身没什么，所以去杀一些野生动物对他啊就可以补啊。所以他出家了，在闭关的时候很认真在闭关念佛，结果眼睛一打开，哇，前面一排他过去杀的全部来要债，把他在房间里面摔到他腿断掉这样。所以各位
我们修行要越认真，你要越忏悔。你越认真，你想要解脱啊，你想要开智慧啊，这冤亲债主不放的。所以修行入门，什么是入门？来，忏悔为入道之门啊，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每天都要忏悔啊，不然你越想要开智慧啊，你越想要利益众生呢，障碍就越多啊。因为这些冤亲债主会来讨报。那消业最快的方法，做子女的要怎么做？来，发愿啊，发愿不是光今天啊，发愿讲的是我尽未来际都在做什么，这叫发愿。比如说各位今天说报完再见，哪一天你的最爱的人生病，你发愿，我每个月都受六天，乃至我这辈子要受49天报完再见，受戒那一天我又去点灯放生做善事回向给他，那他马上就得到了啊，他马上就要么就奇迹的好起来，要么呢就安详的往生，都可以的。我想不是光生病，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发愿啊，任何一件事情。前几天有一位居士写了很长的信，很漂亮的信给我，又附一张他女朋友的相片，他要我说，师父你就帮我讲一句好话让他嫁给我。他说要我出面，我说又不是我结婚我出面啊，你爱他是好事，然后拿我做保证人就不定了。我说我加持的大部分都离婚，因为我是离婚的人来出家的啊。那他问我怎么办，你自己跟他承诺发愿嘛，对不对啊？是你怎么样的啊，他不相信你，那你怎么样的去承诺，以你这个功德要希望他能够接受你的爱，对不对啊？但是我跟他讲，万一他不答应随缘吧啊，你不能死要，对不对？结果他还不甘愿，他等到现在还在等我写一封信给他女朋友啊。佛教有个规定啊，菩萨不能做媒人啊，做媒人犯戒啊。为什么？因为结婚不是好事啊，爱情是自私的啊，对不对？谁能保证什么？所以我只能说你自己发愿，然后你承诺，但是我告诉他，万一不成功随缘吧啊，这个世间不能任何执着吧。好，所以大家请翻开放生功德，我们呢再来，希望每天都念一遍。我为什么要带各位念呢？因为现在讲到放生障碍很多啊，很多的地方都慢慢的会去以这种现在的环保生态的观念啊，环保团体专业团体就一直反对批评放生。但是最可怜的是，佛陀明明讲了，在《放生经》，放生是常住之法，佛在则放生在。现在在很多地区这两个字不能用，他说你用这两个字啊就错，放生等于放死，你还可以用护生，你不能用放生。我就跟他讲，难道哪一天就不能叫法师了吗？啊，吃素也不能讲了吗？这个是佛陀讲的真理，只是现在是末法，他们这样我们可以理解。科技越进步，知识越发达，人类的悲心就越来越脆弱，人际关系、母子关系、家庭关系就越来越脆弱，这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末法也不是说光放生有障碍，任何一个佛陀的教法都会有障碍的，因为末法。但是我说我不会这么做啊，因为我还是要说放生就是放生，因为这是一种慈悲啊。当然护生包含放生，但是不能说啊吃素就好，吃素等于放生，那明明他要被杀，你能够救就救吧啊，就跟他结缘，因为你救了是回向给整个世界的整个众生的。所以他们会说啊，你们放生是为了你们所谓的功德啦，发财消病啊。我说那叫世间人叫与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们是菩萨的
啊，我说这个很难跟你解释啊，啊，吃素也不是为了个人健康，如果吃素是为了健康，那还是自利的，自利的就不是菩萨道，意义就不大，啊，哪怕吃素我们会生病短寿，我们都宁可吃素而不愿意吃一块肉。弥勒菩萨就发这样的愿，宁可挖我的眼睛来吃，吃我的骨髓，喝我的血，我都不愿意去伤害一只动物，吃它的肉。乃至我将来能够成佛，定了一条戒律，就是不食肉的戒律。所以弥勒菩萨成佛了，将来的世界没有一只动物被杀被吃，所以那个世界就不需要生病，没有生病的，不需要去赚钱，为什么？福报很大。所以吃素放生是福报很大的啊，自然世界就改变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来，万法唯心造。所以你生在天的法界，你生在富贵的法界，你生在佛的法界，那都是我们的心态行为所显现的世界嘛。所以弥勒菩萨的大慈大悲心，那就显现了这种清净平等的世界啊。所以大家都期待着参加龙华三会啊，对不对？啊，乃至往生都算内愿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些你要分析。所以佛陀叫我们要修智慧以辩才，那辩才不是跟对方辩论，而是站在一种让对方了解的慈悲哦。因为你不了解，你反对，我们都很有耐心，绝对不能跟他吵架啊！各位永远记住啊。你在放生，有人来攻击你，你都不能吵，你吵架你就违背了慈悲啊！哦，你只有对鱼慈悲，对我们不慈悲啊！啊，但是他们对我们不慈悲是应该的，这没关系啊。但是我们永远，你跟我骂我打我，我都不会还手的，都不会还手的啊！我只能说我可以躲避一下，但我永远不会开口骂人还手的，因为我们是空性的。打我骂我也是我要慈悲的对象啊，我只是不希望他造业这样而已。但是你不能跟人家吵架啊，你要和颜悦色的啊跟他说，如果现在不适合说，那我们就退一下退一下，哪一天找机会啊再跟他说，你现在能够做的先回向给他，要把握这个原则好不好啊？要如此啊，要如此。包括你的儿女做错了，做妈妈的还是因为永远有爱的动机，永远有爱的动机，希望他变好，对不对？你绝对不是一种恨的动机啊！所以你对你的子女犯错都如此了，那别人犯错更要如此。但是世间的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他可以为这个事情打骂你啊，伤害你啊，攻击你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平等。为什么要放生？还是这句话，来，众生平等，皆我父母啊。所以鱼也是我的父母，鸟也是我的父母啊，一只老虎也是我的父母，我们都是平等的对待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慢慢对方也会有所感受，甚至感动，甚至他也因为这样而改变。好，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